目前呢，我们的预售已经突破了2200万了，大家请记得赶紧来购票支持，大年初一正式上映。下面请出我们电影的导演陈腾，掌声有请。欢迎陈导，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导演。是电影《三峡》的导演。我们再次把掌声都来，好不好？欢迎。这次其实江仔也是我们哪吒之后才来第二部中国系列的电影作品，对不对？您觉得两部作品有不同的地方吗？首先我先说一个两部作品相同的事，就是我们都做了很累，这肯定有历时4年嘛，对。然后再加上两边的剧组，大家都是那种对于最终效果比较纠结，精益求精。对，然后把自己在一个极限状况下，自己还要拼着老命才能做完的这么一个片子。然后到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其实两个作品在表现形式上还是蛮不一样的。因为哪吒呢，像蒋导演，他也是一个比较风趣幽默的人，他会有比较多的那种搞笑啊、开心啊这种桥段，冷笑话对，对，然后有很多的他的那种表演形式啊，我觉得是很酷的。然后姜子牙呢，我们一上来给他的定位是一个悬疑动作片，那所以它里边从表现方式上可能更多的会有一些让观众紧张或者刺激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因为它有很强的公路片属性，所以我们会在里面填充很多很有想象力的奇观奇景。是，对，这是不同的地方。对，还有其他补充的，还有更多吧，比如像女主，哪吒他描述的是一个少女，我们是残酷的命运和这种成长的道路，成长的道路，然后最后我要为自己残酷的命运去抗争。然后姜子牙呢，他是一个为他人而战、为苍生而战的是一个英雄吧。那所以呢，整个他在电影中对抗的呢是这个世间的不公和虚假，这个是他的目标。不过我提到姜子牙，我们都知道，大家应该会更了解这个角色，可能很多电影啊就看到我这个角色。那您觉得这次电影当中的姜子牙跟以往是不同的地方吗？人物方面？应该还是有挺多不同的吧。当然呢，我们在改编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从原著和之前经典的姜子牙的就是出尘神仙的形象出发。然后整个影片的开场呢，姜子牙应该就像大家预期中的那样的一个老神仙，然后富有智慧，然后正邪分明的这么一个单纯的神仙的角色。然后在影片的开场，我会让他犯下一个错误，然后一下。开始剧透了吗？现在，我们可以少说，让大家大年初一电影看就好了嘛，对不对？那我不剧透的说吧，是，其实这个预告片里面也有展示了，就是说他被跌入凡间嘛，是被离开了昆仑，赶出了昆仑，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努力的想把姜子牙续上。整个电影其实讨论的是姜子牙神性的一面和他人性的一面。那我希望大家在电影中看到的姜子牙呢，他不像是一个神仙，他其实像是一个就像我们周围的人或者我们自己一样，一个平凡的人。对。然后他会有困惑呀，他会面对一些挑战，对，迷惑的时刻。然后这样一个非常像我们的一个角色，当他很艰难的迈出那一步，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有一种特别不同于以往的力量的。那这也是我想诠释的一种中国式的东西。是，我们期待一下大年初一的。我想问一下，已经购票同学举手一下好不好？让我看一下，好像还不是很多。一会儿看完路演之后呢，没有举手的可以赶紧的上猫眼啊、淘票啊去购买电影票，好不好？好，谢谢各位的支持。大年初一正式上映，目前已经突破了预售2200万了。对，继续的加油。好了，那刚刚大家在进来的时候会听到一首歌，是我们电影的片尾曲。叫什么名字？我说歌曲的名字，请笃信一个梦，对不对？他的演唱者是谁？你们想现场看到他吗？那现在没有买票的赶紧买票好不好？好，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周深。大家的
再耐心等待一下，马上有请出我们的周深，然后呢，今天呢也会在现场带来非常多的福利。当然，大家呢也可以没有买门票哦，没有买电影票的可以赶紧买电影票。今天老师说什么门票？进电影院的门票。对对对对，是也是一样的。导演，您听完歌感觉怎么样？我是周深老师的。歌迷，对，不敢说从小听到大吧，也算是老粉丝。哎，来了吗？来了吗？舞曲中，哦，从这边过来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在一起期待一下，马上呢会有请出周深带来非常精彩的歌曲，还有很多的好礼要送给大家。所以导演，您是周深老师的老粉丝。对啊，其实包括之前网上很多人问我，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男人喜欢请周深老师，从我作为一个创作的角度，这个视角特别好，因为周深老师的歌其实有很长的故事。好，来，导演，我们一会儿再聊好不好？来，掌声有请周深。欢迎周深来到杭州大悦城，欢迎。我们给周深递个招呼。好，周深呢，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周深老师的歌迷在现场，大家好。对，我们知道周深是这个优质国漫收割机嘛，对不对？号称希望能号称已经是了啦，因为这些唱了很多的像《大鱼海棠》的这个片头曲非常好听嘛，对不对？宣传曲，宣传曲。那这一次来唱这个姜子牙的片尾曲，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有啊，就会感觉首先，姜子牙它是一个比较燃的动画电影，首先它就已经跟《大鱼海棠》非常不一样了。然后它不仅是跟《大鱼海棠》不一样，它跟之前大家特别喜欢的《哪吒》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没想到自己能够唱到风格不一样的电影。而且这次我演唱是里面小九，算是比较描述小九感一个内心情况的一个故事，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跟当下很多女生朋友们的心境很像，是就感觉在外面一定要逞强，一定觉得哇，我是最厉害的。但其实每个人回家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非常柔软温柔的那一面。我觉得这首歌写得特别像这样性格的每一个人。对，是刚刚导演说他是您的这个老粉丝了，我也是您的老粉丝。现场那么的客套嘛，所以导演您觉得这首歌曲传递电影讲一种情感，通过周深的演绎之后，首先这首歌是我们电影的主角，对，然后小九的主题嘛，然后因为小九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战后时期，是一个封城大战之后的时期，然后很多战争中受苦难的人家破人亡，那小九呢，他这些人都代表着我们，是最苦难的。但同时呢，在这种悲惨的身世中呢，依旧保留了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梦，一个希望。然后我觉得周深老师非常非常的演唱的能力，然后把小九这个角色，因为她是一个很酷的女孩，对，她是个很酷的女孩，她是个很酷的女孩。在电影中呢，不会太多的表达，但是周深老师这首歌真的是很好的诠释和解读了这个很酷女孩的一个非常动人的内心。听得我内心真的是其实我录的时候就已经有些感动了，但是看完剪的那个 MV 你没有看过吗？看完那个剪的 MV 他就说，哎，他说姜子牙你说的对，那个地方没有人在等我，我就哇一下子全身鸡皮疙瘩，就留下了我的一滴猪泪。就真的我看 MV 就给我整个画面感又加强了非常多，所以我非常期待大家看完姜子牙这部电影之后再去听我们这首《请笃信一个梦》，我相信大家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但实际上那个地方有可能有人等他，那个有可能是预告的假信息。啊，你直接剧透吗？说不定有人等他。买票了吗？周深买了，因为是在昨天就已经可以预售了。对对对 对, 对，大家买了吗？真的买假的买，请出示你们的证件。那个二维码出示一下。好了，那下面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周深了，好不好？对。哇，这么快的吗？对，是的，是的。你还再聊一会儿吧。不用了。来，我们有请周深带来
片尾曲《新笃信一个梦》，有请周深。谢谢。大家好，你们好。突然有一种可以喊山顶的朋友们，你们听得到吗？你们买姜子牙的票吗？好，那我们现在请听一下片尾曲《请笃信一个梦》，谢谢。写好，你一路一
我还有一句没唱完。你说，等一下，还有一句。终于开始学会眷恋这人间。谢谢。哇，感觉好像刚才有把话筒唱爆了，也希望我们的姜子牙能够大爆，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周深。谢谢。哇，哎，我们要谢谢周深的粉丝，哎，这个导演对不对？来。导演也有，导演也有，对，没有，您客气了。好，谢谢两位，哇，真的，谢谢您，谢谢。现场太稳了，大家都有录，对不对？一定要帮我们多多的发微博、发抖音、发朋友圈，好不好？可以加上关键词“姜子牙大年初一”，太稳了，导演对不对？对 对, 对。导演刚说要好好夸你一下。啊，是吗？来，导演开始。我给你十分钟，你好好夸我一下。我是这样的，从开始计时。2011年。老粉丝的心路历程开始了。粉丝心路历程，从当年我看这个，那就我就简短的说吧。刚才我在台下，往中间稍微站一下。主持人说：“我说这个现场突然 Q 歌能唱到这种程度。”真的吗？唱片机啊，您是？哎呀，谢谢。您这个夸的，别人夸的太多了，换一个没夸过的。换一个没夸过的。就是导演有点害羞，其实。我其实刚才闭着眼听您的歌的时候，我感觉像看了一个电影。哎，真的是，这个真的是是这样的。所以听歌的时候，真的会浮现姜子牙的画面吗？刚才您来之前，我还在跟主持人说呢，我说我觉得我特别作为一个创作者，我特别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动画要绑架你。优质国漫收割机的外号真的是您的歌特别有故事性，就是谢谢谢谢，真的，他的那种从前面的细腻到后面情感扬起来的这种东西，我闭眼一听，真的就是心中内心澎湃，仿佛浮现一个30000字的剧本。哦，真的吗？就会感觉很有画面感，但真的是我录的时候已经被感动，但是我再去看剪的那个 MV，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感人。就是我是没想到我看完 MV 会起很多鸡皮疙瘩，然后最后会流下眼泪的。所以我觉得姜子牙应该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电影，希望大家大年初一一定要去支持电影《姜子牙》，好不好？周深的推荐，谢谢，导演再来讲几句吧。嗯，推荐一下这种电影，让大家可以赶紧的，没有买票可以买票去看我们的姜子牙吗？对，那就靠大家了，谢谢。你刚才推荐我说了那么多，推荐姜子牙就一句，麻烦大家了。麻烦大家。好了，因为马上要到春节了嘛，对不对？最后两个再来给大家送上这个春节祝福吧，好不好？好，导演先来。那就祝大家春节快乐，给大家拜个早年。上来之前他们跟我说我们导演老师其实话挺多的，对，也挺像跟我说的，对吧？结果上来那么腼腆。我有能聊的区域，然后区域一聊到电影的什么内涵啦、主题啦，可能就会滔滔不绝。哦，那聊到什么祝福啦，可能就几个字吧。营业稍微差一点，营业稍微差一点。对对对，还在学习。好棒哦，因为他把李姐介绍自己的电影不当成营业，就证明他真的很爱这个电影。是是是，对，非常有心。嗯，那就祝大家也辞熟了，对不对？您要不说长点，帮我把我那份也说了。谢谢好，那我们就是我们一起携姜子牙，祝大家以后的生活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很给力的新春祝福，对，好了，那最后呢，要请两位来跟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来一张大合影，好不好？好，我们先台上拍一张吧，两位，好不好？好好好，对对，来，声音老师可以给两位在台上留下一张照片，来，声音老师赶紧的，我们班班老师来，3、2、1，老师可以放一下我们的片尾曲，不要让现场有点这个干着啊，对。好，来背对我们的观众，大合影喽，大家对，有点暗，大家要把手机的闪光灯打开，好不好？对对对，很漂亮，今天我们人非常多，二楼的、三楼的，我们都可以拍到，大家可以把你们的横幅、手机的闪光灯都拿出来，我们在杭州大悦城留下一张合影，是我唯一的一场姜子牙的线下活动，大家一定要把你们最美的微笑拿出来。Yeah.
我说三二一，大家一起说，票房大卖好吗？来，好，好，来，三二一，票房大卖。好，谢谢周深，谢谢导演，谢谢各位现场的观众，谢谢老师再帮我们拍一张。哇，好贴心的周深。大家也可以继续留在我们的现场，有很多的一些互动礼物要送给大家，包括会送出的是笔记本电脑，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留在现场。我们再一次有些掌声，拜拜，新年快乐，掌声，谢谢周深，拜拜。继续留在现场，刚刚我也说了，有很多的惊喜跟福利会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导演，我们是要先来。